南京百姓二手房车啊，今天带了个头盔，我吹牛逼吹多了，怕有黑揍啊。那个依维柯欧胜底盘打造的 T 型房车，2021年的车，43000公里啊，实表，感觉怎么样？财富 8AT 的自动挡变速箱，玛莎拉蒂同款。3.0T FEC 的柴油发动机，动力强劲，油耗超低，啊，10个油，11个。用过依维柯房车的人，他们自己也知道啊，这车很新啊，兄弟们，仅仅行驶了不到两年时间，43000公里，车是非常非常新的，而且是个高配的底盘。3.0T 的机器啊，车头是欧胜的自动挡红标车头啊，车长5.9米，车高2.8米。啊，和 B 型房车一样的身材哦，车宽2.3米，蓝牌 C 本，户外所有东西都有，而且底盘加装了原装的空气悬挂和这个什么，大家看啊，气旋座椅，老板们，哎，看过来，这玩意儿舒服啊，这个叫原厂气旋座椅，最高配底盘，户外厨房高原版柴油灶，这到车内啊，纯中式装修，先看门口。啊，纱门、纱窗、隐私帘全部都配上，实木的，不是实木，当场砸车啊！你说金属件，太漂亮了。双开门大冰箱，够大了吧？储物柜都是中式的，你看镂空的啊，这个镂空都，你看，哎，很漂亮的啊。咱家配置600的锂电池，1200瓦的太阳能硬板，宏盛达抵制发电机，这车还带发电机啊。家用的格力变频空调啊，这个空调在烈日下面的时候不耗电的，只要有太阳光不耗电，而反而就给电池充电，白天只要有太阳几乎是不耗电的啊。格力 1.5P 家用变频空调，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2 个储物吊柜，而且它有深度，老板，这个吊柜和我们平时看的那些房车吊柜不一样，它有深度的，它真的能装东西的，实木，全部都是实木，纯中式装修，合载6人，蓝牌 C 本 C 一 C 二都可以驾驶，对卡座放下来可以平成一张床，啊，这是一个6座的车啊，6座对卡座放下去是床，网络吸顶的电视机，一步就可以走到驾驶室啊，就可以走了。中式的吊顶灯啊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夏天有空调，冬天有暖风，有热水，有冰箱，什么东西都有。洗衣机，这是一台满配的车型，配置高到吓人哦。这里还有啊，看柜子、抽屉，这些小五金件啊，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真漂亮。外推装、纱门、纱窗啊，隐私帘全部都有。再看这个大衣柜，带灯的。这感觉好不好，兄弟们？这家伙太香了啊！洗手间的门也是实木的，纯中式复古装修。这种装修风格呢，看时间长不会累，审美疲劳不会有啊，而且非常的经久耐用。洗手间好大，便携式马桶，独立的淋浴花洒啊，这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啊迷你的3公斤滚筒洗衣机，看到没有？洗衣机啊，隐藏式安装。双向换气扇、外推窗，几乎涵盖你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后面是一张后置纵床的一个设计啊，1.4米乘2米的一个尺寸，一家两口人、三口人、四口人出行都 OK 的。这张床是完全的一张双人床啊，包括这个都是实木的。山东这个厂家用料是很扎实啊，而且它户外的贯通式行李箱也好大，180升的清水箱，3000的逆变器。宏盛达抵制发电机，1200瓦的太阳能板，600安时的锂电池，家电满配。就这个装修风格，就这个配置，哎，就问你服不服啊？依维柯欧胜，不到30，直接抬走。再见。